你这有没有什么东西，吃了就能长那几千年的功力啊？修行之道要精益求精，千锤百炼，哪有走捷径的道理啊？不过，神族好像有一枚香蜜果，吃了以后可以开启神智。那我要吃。你就知道吃，那香蜜果3000年才结一次果，哪有那么容易吃到？那看来只能靠我自己修炼了。好了，练习指诀时啊，需要牢记法卷上列出来的重点，否则事倍功半。既然这样，我就给你开个小灶吧。嗯。八月，这一旦传出去，可是会带来他的名声的。要不，你进去吧，我走了。好。看来还是需要坚木果实。